看到照片，德国出来是有标签的、啊，到台湾怎么没有呢？我的了解了哈、哦，我的了解是，民进党派人把它剪掉了。一大早派人把它剪掉，所以没有了。那有一些相片，好是在国外商机的时候，哈，有等等的这些宣传的字样。那探寻这个哈，不管是台积电这边来跟我们说那个是一个，大概是 VNT 一向在做第一批出售的时候，都会挂上这所谓的宣传的布条。我跟他们的约定是不一样。跟他们的约定是不一样。